咁我覺得佢哋彼此互相關懷嗰點咧，係為我比較深刻嘅嚇。我可以加多啲，或者係有個我哋忍耐啦。有痛苦嘅時間唔會彼此埋怨啦。關愛係嘛？咁有好多時咧，我哋大家都好忙啦。咁好多時，譬如大家收工之後，可能佢係覺得唔舒服啊，成啊，佢有向我表達，可能我都會忽略啊，咁樣樣有時會係咁。喺我嚟講，我就感覺上我同啲細路嘅接觸比較少啦。佢有啲譬如佢哋讀書啊，或者而家工作啊，翻嚟有咩唔開心啊，我都好少去接觸佢哋，問下佢哋係情況點樣樣啊，有啲咩需要啊，有啲咩要幫下手啊咁樣。在聖經的角度來說，我記得有個聖經福音裡面有個章節說，當耶穌十二歲的時間，聖家一起上去耶路撒冷聖殿的時間，就會程的時間，耶穌自己躲埋咗喺聖殿，咁咧就約瑟同聖母大家都不知道，咁就行咗三日路，然之後彼此見到面啦，啊發覺耶穌不見了，於是乎佢哋即刻。回去耶路撒冷找回耶穌出來，就在耶穌找回耶穌的時間，聖母問耶穌說，為什麼你走了不告訴我們，讓我們找得那麼辛苦，耶穌就說，我要做天父要要求做的事。但是聖母聽到這個說話之後呢，都沒有有什麼不開心或者是罵，而是他聖經說他聖母默存在心中，於是乎耶穌就回去同聖母約瑟一起翻返屋企。咁我覺得呢度咧就可以，即係大家雖然話當啲細路，譬如話我講啲細路，啲細路唔答我哋，譬如我有時問佢啲問題，佢唔答我哋嘅時間咧，我哋都覺得啊，可能佢哋有佢哋自己一個嘅特別嘅諗法。咁我哋係唔識嘅，咁我哋可能都要聽佢哋講，然之後咧就記住喺度。將來有啲咩嘢發生嘅時候，都可以知道點樣去處理，點樣去應付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有時關愛咧唔係一定話要啲細路依曬我哋嘅即係諗法啦，或者係同佢安排啲嘢咯。咁好多時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諗法或者佢嘅做法。咁關愛其中一點咧，就係我哋識得要尊重佢哋呢個諗法同埋做法。我記得那個例子之中咧，就耶穌即係答聖母話：我要做天父嘅嘢咁樣。咁聖母嘅反應咧就係話即係佢唔係好明白當時耶穌表達啲咩，但係佢就係默存喺心中。咁呢個我覺得做媽咪嘅有好多時係需要咁樣做。讓我哋一齊效法聖家，納匝肋聖家為我等期。